结婚协议书是婚前协议书。甲乙双方不得有任何肢体接触。别动，原谅。乙方必须履行未婚妻的责任与义务。甲乙双方对外要竭力扮演好自己一方的角色。你们好，我是周建清的未婚夫。是。乙方不得以任何的形式损害甲方的形象。你能不能送我去学校？不行。孩子们，是我的错。我去。甲方不得逼迫乙方做任何自己不情愿做的事。辛苦了，乙方，用力点儿。甲方虐我千百遍，我待甲方如初恋。甲方，甲方，在你心里我只是个甲方吗？最近你一见到他，你就有种心跳加快的感觉。可能那就是爱的感觉吧。青青，不要让你知道我的心意。我掐下新的规定，早安吻，每天都要。